好，开始喽！今天谁生日？妹妹。陈玉洁妹妹生日，陈玉洁自己说今天谁生日？谁生日？三月八号，不是，是四月八号啊！是谁生日？三月八号。妹妹生日啊！那妹妹要不要唱歌？你们要不要唱歌？唱什么歌？我要吃樱桃。等一下才能吃啊！要先唱歌，来，我们来唱歌，预备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dear Emil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棒啊！谁生日？我们今天没有蜡烛，因为公公生病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要说许愿，许公公平安顺利，自己说。公公安顺利。啊，你讲的好小声啊！那我端着蛋糕去给摄影机拍一下，看今天的蛋糕有没有漂亮。你不要玩了。有没有漂亮？不会打翻了。有没有漂亮？哇，好漂亮的蛋糕，有没有？啊，那要不要开始吃了？要，那开始吃了。我们要吃樱桃。你要吃樱桃啊，哈！啊，其他人。拍个照。那其他人要吃啥？要吃水蜜桃。哎，他碰了。碰了没？我要吃啊。好，你吃啊，等一下给你吃啊。好，那你要说妹妹，我说我陈玉洁今天生日快乐，妹妹自己说。那个。陈玉洁。我今天生日快乐。啊，我好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好棒！我今天有没有穿公主衣服？有。有啊，我是小公主，对不对？我准备吃水蜜桃了。OK， 准备吃水蜜桃，妈妈给你喂啊，哈。好，那跟摄影机说拜拜。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